师会为你献上就是大家今天准备的礼物。我不想太尴尬。上我们看环球影城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走，咱们出发。相信你的直觉。我太难了。环球度假区。哦，谢谢。配单反镜头。这我们是巨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是超人。我们这也是巨资吗？这个分量就不是单反镜头的分量。哎，真是啊。啊！我一看我就知道了，水杯是不是？是不是水杯？是不是水杯？我怎么记得我在网上看过这个东西？就是水杯。怎么还送了？不能中吧？送了一个藻粉宠物凝胶。我们营养就有买一送一啊！对，还送一个机身。行，以后你们自拍就用这个拍，行不行？下次我就把工作室的镜头跟他调包。小事生日礼物免送券，是明年小事不用送我生日礼物。对。这个我不信。幸运寿星专属礼金8000。这是你买的能力。我们评价好糟糕啊！我不想太尴尬。行，这怎么还中间有充数了呢？豪华极致四件套，超值超划算，这个我们真的都想抢。不知道该说啥，无语翻倍。
手表。哇，金玉大表，金玉大表。塑料才真值的，我的狮子盒都没有这么响。哇，这是绿水龟。买不起绿水鬼就带绿水龟，知道啪啪圈。哎，很帅，我喜欢这个。哇，这是防丢手表耳机，可以量身定做防丢耳机。我有点不相信它是耳机。什么？这音响吗？更不是耳机，自己看上面写的巨型蓝牙音箱，自己都写的音箱，而且只有一只，只有一只。大狗的，大狗的，哪了？你的事儿，你要吗？啊！下一个，我就不信没有一个真诚一点的礼物。手表不真诚，你都不喜欢。什么手表多绿吗？我都戴上了，都喜欢。不喜欢还不能说。太惨了。小事清除计划，一年次无限帮你营业。啊，太棒了！帮我营业，我看到了，这后面写的帮我营业。好，最后一个。哎，这是压轴的。高级莱卡胶片机。哈利波特，我可是一个忠实派，他的书和电影都非常的优秀，而且看完还可以去北京的环球实地感受一下，真的超级棒，一定要去看。你好，我在美国，今天想给你推荐的书是《看见梦》，虽然刚刚好的温度，非常感伤。我昨天去泡了温泉，冬天泡温泉特别舒服，推荐你在工作之余也可以去放松放松。这小礼物虽然没有办法送给你，但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。一只小老虎戳戳乐。迪迪叔叔，你先听歌吗？祝迪迪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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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。这个是我今年收到的最有意义最感动的一份礼物，然后最感动我的地方是能在这个影片里看到大家对我的生日祝福，还有是感受到大家在全国各个城市，或者说甚至全世界各个城市里面，大家都在感受到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去生活，然后大家都过得很好，然后也有自己的坚持，还有自己做的事情，看到大家拍的照片、画的画，还有人养猫，然后看到了很多我去过的地方，对一些城市我也去过，也做过跟大家做过一样的事情，就像做蛋糕啊，
还有唱歌啊什么的，对，能够在看视频的时候感觉到跟大家有这种重合的部分，让我很感动。然后我觉得大家，也在很好的生活，很幸福，很开心。也希望大家，可以像我今天开这么开心一样，然后每天都可以像我今天这么开心。就像刚才那个在影片里有看到大家说，就是也希望今天能拍一些好。拍更多好的作品，然后能让大家看到更好的我。大家送了我这么一份珍贵感动的生日礼物，然后那我给大家唱首歌吧，唱我会唱的都唱一遍吧。那个暖暖，刚才是不是有人唱到的？对。帮我拍个手啊。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，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，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有反转，就是这边有真的耳机，真的水鬼，真的莱卡，对不对？我都看到了，这黑盒啊，一看是什么高级礼物。